本来生活无忧，但就辗转流落街头。个个冇钱啦，日日喺街度游荡啦，正式真系不停咁啊，行远个公园去继续坐坐。三日冇食嘢嘅时候，净系饮水，一支水饮三日。即系人哋一家人，我哋一个人，即系谂来谂去都谂唔掂，点解变成咁啊？坐喺度冇办法解决咁啊！佢哋睇嚟一无所有，但就慷慨帮助俾自己更加有需要嘅人。依家虽然系冇钱嘅，与其喺屋企啊睇电视瞓觉啊，咁我不如出嚟啊参加义工啊，咁啊帮助下啲基层，起码出翻一分力，自己都开心嘅咁样。你做住就算俾份好靓嘅工，我做都唔系好顺，得到可以帮到人，见到人个开心情况。自己又有啲感受啊，开心情况。社会上一般对无家者都有个负面嘅标签啦。啊，原来无家者都唔系一无是处嘅，其实佢可以有啲即系角色喺社会上有啲责任可以参与到个社会。其他所有人都唔该有家属处。今年78岁的尹叔，每一日朝头早准时10点都会孭住一个装满家当的大书包嚟到深水埗近呢一间慈善机构门外。求你今天赏给我们一个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以等我们宽恕。人一样，请咗好耐咯，日日都要请一次。你唔请修女都唔开心噶嘛，一定要请。今日有啲面包咯，香蕉咯，汤饭咯。尹叔以前系一间公司嘅管理层，有车有楼，家庭生活美满。13年前退休购入基金，但系就遇上金融风暴，蚀咗100几万美金。大受打击的他带着仅余的100万去到澳门赌钱，最后连两层楼都输埋，屋企人离他而去，自此就流落街头。他痛定思痛，狠下决心不会再被金钱操控，成为无家者之后没有申请综援，每个月靠1000几元的生果金生活。早晨，呢、这个番茄蛋啊嘛，番茄鸡蛋，多谢，好。一日三餐都系靠唔同嘅慈善机构派发嘅免费饭盒，攞完两个饭盒，尹叔又喺书包入面拎出一个残旧嘅水樽，方便啊嘛，快脆啊嘛，不多人啊要排队，多一去到就一。揿掣就可以入队啦嘛，入满嗰个嘛。我食饭啲食系要饮热水，有冇舒服啲啊？好，差唔多啦。但系唔系每次都咁顺利噶。曾经有便利店员工见到佢嘅打扮，拒绝俾佢入去。叫你走咯，佢同你讲咗一句话：如果你再走，我要收你钱嘅咁。频扑咗成招，佢就搭上去太子方向嘅巴士。呢个冇电啦，嗰个先有电。尹叔话：行到身水身汗，最中意就系搭巴士，可以凉下冷气，又可以帮部电话同埋收音机插电。同一时间插两个电话，就同一时间又插两个收音机。譬如佢呢个听两个钟，嗰、那个又听两个钟，咁咪又咯。电话就呢度差完，嗰、那个差用好用一日都得。如果唔够，咪搭一程去尖沙咀，再搭一程翻翻嚟。下昼1点几，尹叔先至翻到去位于太子嘅家。疫情之下，佢特别着重卫生，食饭之前都会先清洁。
洗面好多次嘅，冲凉就两三次，舒服啲咯，同埋干净啲。佢露宿街头超过十年，但佢仍然坚持要衣衫整齐。我唔话俾你听，你都唔知道。你隔篱左右睇到都唔知噶。如果唔系咧，人哋有奇绝眼光。云叔好中意呢一个公园，因为呢一度自成一角，又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啲空气好，环境又清静。你话拖落去系咪舒服？冇人理我，我冇人理佢，我又唔理人嘅。我冇申请中文人，我就唔要佢，唔需要谂住赌钱嘅问题，够噶啦。你三餐饭都有得食咯，依家好，又唔使忧愁。又唔使话为钱烦恼。今年66岁嘅仲英从事饮食业20几年，原本喺日式餐厅做厨师，7年前因为只手患有关节炎。冇办法做嘢而辞职，工作冇咗啊！日常生活嗰啲情趣照旧，烧嘢啊、饮酒啊咁样，两个月都冇晒积蓄咯。租都冇得交啊，冇钱交啊，咁啊，焗住又跌咗落街啊！有时真系真真正正跌落街啊！咁喺一段时间睇好报纸，就算请 full time 都唔够胆去搵，你地主都冇嗰个噶，唔知你系咪坏人定咩噶？咁好难令到人哋即係雇主嗰啲啊咁样去相信你㗎嘛。一讲诶今年几岁，一听到50岁都话哦老板啱今日行开咗喎。咁啊你返屋企等电话啦。个袋冇钱啦，日日喺街度游荡啦，正式真係。不停咁啊行完个公园去继续坐坐。3日冇食嘢佢试过。淨係饮水，一支水饮3日。都是问返同一个理由，问自己点解会搞到今时今日啊咁样嘅田地啊咁样。冇钱又冇嘢做嘅仲英喺公园同埋快餐店露宿超过3个月。有一晚佢喺快餐店外面遇上外展社工，佢就鼓起勇气喺第二日主动求助，希望可以脱离流浪生活。最想改变，唔使晚晚唔同地方住啦、瞓啦，再問下佢可唔可以幫我揾到份工咁。社工介紹咗一份清潔工作俾仲英，做嘢1年幾，因為經濟不景，公司開源節流，被辭退嘅仲英再次失業。喺社工嘅幫助之下，佢唔再露宿街頭，而係租住長沙灣嘅板間房。曾经担任大厨的仲英最开心是有地方再次摆他的厨具。上家床有一个大电饭煲，一个小电饭煲，一个这些小的不锈钢煲外煲汤。下面那个就是那个都可以打边炉，可以煎嘢炒嘢，它是用电的那个锅。就另外有个厅上面又有个这些不锈钢锅啦，啲大锅啦，就有一个焗炉啦。中意整嘢食，有时唔整嘢食，我嚟有时我嚟欣赏都系一种癖好啊。谂翻起做清洁工嘅日子，仲应有一番领悟。即系你自己20000几蚊人工，你突然间啦，话少你净系得1/3人工，我相信任何人都好难接受嘅。有时成日都翻唔翻工好啦，就算喺地铁站喺月台啊，我试过几次，佢开咗门啊部车，啲人系咁冲入去，我就喺度又上唔上车，我翻唔翻路啊？讲真啦，你。自尊心、自卑感，根本上系唔值钱，食唔饱，唔好咁执着咯。咁就自然啦，自己都环境都会慢慢会有改善咯。你自尊心太强，同埋自卑感太重啊，做你搵份好工，你亦都未必做得长。今日咧有雾啊，
冇蒙咗。如果平时冇啦，好清爽，好清朗，睇得到对面海。尹叔谂翻起最初露宿嘅时候，成日都喺海旁饮酒麻醉自己，对所有嘅事情都失去兴趣，对未来亦都感到彷徨。喺度谂过往嘅嘢，好唔忿气，点解会变成咁？感情咪都好复杂嘅嗰度，系咯，大事大节就唔开心嘅。即系人哋一家人，我哋一个人。佢用咗几年时间，慢慢先至解开心结。有信仰系宗教信仰，就好似我哋翻教会都好开心噶。睇开晒个环境咪唔同咯，唔再唔好谂其他嘅嘢咯，净系谂目前嘅嘢嚟睇啊。系啦，见到人哋开心咪自己又开心噶嘛，所以就平时都去帮人做义工。由流浪街头去到心情豁然开朗，仲英同埋尹叔当中经历咗啲乜嘢蜕变呢？我哋下一节再睇。各位街坊同埋我哋同事，大家好。咁我哋咧就知道今日我哋派啲御寒嘅物资啦，有啲系口罩啦，有啲后面嘅颈巾啦，有啲系最后面嘅八宝粥啦，同埋啲饮品啦，啊就香蕉嘅。帮我装完就一齐落去公园同埋隧道啦，好冇？好。OK 咯，咁开始。社工吴伟东从事无家者外展服务20多年。呢一晚，佢邀请咗尹叔同埋仲英帮手去到通州街公园派物资，同埋探访喺嗰度休息嘅无家者。佢拆咗啲搭搭一搭好过啦。啊，入咗俾我，我教你。当我哋街坊受惠于社区嘅时候咧，我哋都觉得要鼓励佢哋贡献翻个社区嘅。一方面佢可以即系觉得有多啲责任感啦。另一方面咧，佢都建立到个信心嘅。66岁嘅仲英。两年前在社工的协助之下，租住了长沙湾的板间房，脱离了流浪生活，开始参与外展义工。吴伟东亦都留意到他这几年的转变。他开始讲嘢的时候就，我叫他揸咪讲啊，或者公开做主持或者做即系责任的时候咧，他就会耍手啊，唔好住啊，讲唔到啊咁样。今天他嚟帮手做嘢，他都会很主动。就會同其他人傾偈啦，會睇下嗰啲人係咪真係攞到嗰啲禮物啦。咁我覺得佢係繼承翻責任，又建立咗信心出嚟。好揾責任，唔中意講唔做嘢係做嘢。我唔中意人氣煩住我。而家即係我敢話自己係一反常態，見佢哋又點樣同人哋同啲街坊傾偈啦，好耐心去聆聽啦，同埋點樣去同人溝通啦。即係讀書啊，或者出嚟做嘢都學到咯。係上嚟呢度做義工咧，即係見得多咧就學到咯。八寶粥啊，八寶粥啦，口罩啦，就嗰啲同埋飲品啦。有頸籠帽嗰啲嘢，啊頸巾嚟噶，啊有兩條噶。啊！依家天氣凍，可以嚟得，可以嚟得。仲英以前是厨师，月入最高的时候有30000多元，因为伤患和年纪渐长，现在只有靠综援为生。以前我出来玩，一大班人出去喝酒玩，我种心情是不可以说满足感。现在虽然是没有钱，与其在屋企看电视睡觉，就算俾你有钱过去行街，我觉得都是比较嘥了的时间。與其咁，我不如出嚟啊，參加義工啊，咁啊幫助一啲基層。雖然我唔係我出錢，唔係，起碼出翻一分力，自己都開心嘅咁樣。入邊呢度有冇啊？係啊，有運動運動。入邊有幾多個人啊？尹叔今年78歲，喺街頭露宿10多年。佢為咗令到自己唔再賭錢。盡量都不要令自己有餘錢在身，現在成日都會去不同的機構做義工，將每日的時間填滿。最高峰一個禮拜做成4次的，如果有2、3、4都有地方派東西的，星期六就幫人滅色的。我都不需要那麼多錢，自己幫到人開心，因為如果有錢太多拿去賭錢。
自己有時間幫人嗰陣時咧，就唔使自己咁悶咯。有時你見到我哋派俾人，人哋都好開心噶，就大家都傾下都好開心，傾偈都開心。咁咧就呢個係一個毛家姐展覽，咁我哋咧就有兩位毛家姐真人圖書館嘅朋友咧，會嚟即係同大家分享嘅。Hello， 大家好。喺中心咧，個個都係嗌我仲英啊。我曾經都係露宿者。而家啊，叫幸運啲咯，就租咗間板間房。依間大廠咧，除咗學識聽人哋講嘢，仲英仲樂意分享過往嘅經歷。希望佢哋唔係話聽完我講，我希望佢哋放闊啲去思維。唔止一個喎，香港依度咧有個都係同樣係咁樣嘅情況嘅。咁好自然，佢哋會去行出第一步去。出錢出力就幫啲基層嘅啦。金融風暴咧，咁咧全世界都冧啦，嗰啲基金冚唪都冧嘅。咁我哋投資嗰啲咧，冚乜冇曬，冇曬之後咧，就將剩餘嗰啲咧，就因為冇咗佢心情就唔好嘅啦，咁就去賭錢啦。賭錢咪輸埋，又輸冇贏嗰啲咧。云叔一开始都不愿意回忆过去，但是在吴伟东的鼓励之下，他就慢慢开放自己。初期咧有啲谂住个情况好讲俾人听都冇乜作用噶，咁样后屘经过几次做导赏之后分享啦，大家都咁开心，佢哋听咗咧有啲感动。一个爸爸带住两个小朋友嚟啦。他打電話回家告訴他老婆，他說我認識了一個朋友，大家道別的時候就他說明年再來樣，很開心有人記得我，是吧？很難得，如果有人能夠記得你，說明年再來找你再聊一下你的計劃。右邊這幾個麥當勞你們有沒有來過？這幾個麥當勞現在食肆是幾點沒有堂食？六點。咁六點之後仲可唔可以坐喺裏邊啊？唔得噶咯。呢一間公司嘅負責人特登帶埋年輕嘅員工一齊參與無家者展覽。坐坐喺度，感受一下得噶啦。呢度叫床位啦，床位咧喺香港就冇窗。如果有木室嘅情況底下都其實都幾難捱。而家係冇嘅，放心啊，唔使驚。咁我希望今次能夠藉住呢一個探訪啦，希望我哋公司嘅同事由我哋開始做起。咁啊，希望佢哋能夠學識咩叫感恩，去珍惜而家現在有嘅嘢。長者咧，俾我感覺就唔會話對呢個社會好憤世疾俗。咁佢哋都係人生有好多經歷啦，人生總有高山低谷啦。咁佢哋俾我感覺都仲係好自強不息。纪实摄影师雷日升拍摄无家者生活超过20年，曾经都拍摄过仲英同埋尹叔嘅生活。最近佢哋第四度合办无家者相片展览。露宿者咧，其实一批又一批咁喺唔同嘅地方都不断咁去换嘅。同一个地方其实可能瞓过一个人，之后又换咗第二个人。咁20年里面不断咁去换咗唔同嘅面孔，但系问题始终都系未解决嘅。其實點解要做到第四次呢？亦都唔係我去想做咁多次嘅。其實我哋每一次做展覽咧，就係想多啲人去關注佢哋啦，了解佢哋啦。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嘅生活，從而將個數目減少嘅。我哋希望藉住個展覽，無家者既可以講出佢困難，亦都另一方面建立佢嘅信心。我覺得佢每一次影相同啲人分享咧，佢哋嘅感覺係自己啊對社會係有幾大貢獻嘅。佢可以付出俾個社會喎，咁呢個我覺得都重要嘅，即係佢會更加肯定自己嘅角色同埋責任。我諗社會上一般對無家者都係一個負面嘅標籤啦。咁我希望藉住啲展覽咧，其實嚟參觀嘅人士咧，可以更加了解深層啲嘅露宿者需要同埋困難，從一佢哋有個開放啲嘅視野咧，甚至可以鼓勵翻身邊嘅人對一啲。無論是露宿定是邊緣社群咧，除了不要歧視之外，要有多啲包容同埋理解咯。其實你睇每一張相，如果你見到一個露宿者，你見到佢嘅眼神咧，係好迷茫、好無奈嘅，亦都係好無助嘅，亦都係佢哋喺社會生活掙扎求存咗好多年之後所形成嗰種神態。咁我希望透過相咧，大家去理解佢背後嗰個原因啦。
對佢哋多啲理解同埋多啲嘅包容，亦都可以帶動整體社會去理解一啲露宿者其實係普通人嚟嘅啫。